拿出了海神，这第一局的比赛你必须拿优势分数了。是，如果丢分的话你还丢辆车，这个后期有点难打。对，海神这个车现在用处太大了。对，就是长度赛道，包括对于干扰位的一个作用。再来看一下起步方面，子龙这边起步还稍微比较快，明明紧随其后，这一个弯道卡气卡的可以轻。这样的话，过来，明明还是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没错，现在官人处于一个后追的位置，但是四个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梯队。对，现在这个距离无法造成对抗，主要是看这个落地站前去之后的这个 U 型弯能不能够跟紧一些，但是官人好像有点偏了。路线方面还是出现了些许的差异，这一个弹射点没有弹出来。这个弹射点，对，而且前面两个球也没弹出来，好像。对，这个弹射点现在有点玄学哈。看一下子通现在还是在进行一个后追敏敏，但是后面是宁星，所以说宁星肯定想要上去干扰一下子通。对，并且现在已经干扰成功了。被干扰，一官人跟上来，左侧宁星在卡内线。没错，而且现在明明处于一个领跑位，驾驶海神的话其实优势并不是很大。对，当然这张赛道也注定了他领先距离不会太远。没错，这个图还是要考验一下对抗，尤其是这几个点，考验一下自己的断弹速度啊，包括出弯的一个速度和路线。对，这块小心反向龙门呐。出来之后再看这个弹射点，如果说弹不出来也尽量不要脱飘，这是最主要的。对，脱墙上就很难受。哎，弹出来了，可以啊。他弹出来之后还卡了一点气。嗯，对，这个弯能够保证一个过弯速度嘛。嗯，不用担心急切问题。这样的话 QG 这边敏敏率先冲线没有任何问题，一分34.36，后面脱飘的话是宁星应该是脱大了。对，掉到了第四名，这样的话拿到了还是同分。嗯，吃车呀。对，你说海神这个图，其实海神这个车能用到很多的地图上面，如果说用在秋之物语上，其实啊我个人感觉有一些浪费，因为你拿到一个跑一个1分18或者1分17的成绩，你像破晓者也可以跟个18呀，对吧？但是就看对抗了嘛。看一下这把，但这把海神是给到了子通去用。是，这样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车也比较倾向于给一个对抗强的一些选手。对，那明明和一个人还是拿到火神在前面争夺领跑位。是，这把宁青的就是想跑分了。对，如果说能够跑一个18，哎，跟一个10分或者说19跟个9分也是非常的妙。一个人还是选择了在提前段位。是，提前段位的话这里可以追上来一点。但从左边小地图上看到宁星要去追子峰，其实稍微还是有点吃力啊。没错，因为赛车上确实有，哎，一关这里复位了，有点伤，这个点复位就很伤，而且这边宁星也反超过了子峰。是，这样的话其实这一把对于 GK 来说是非常不妙的。这两个失误点说实话都不太应该啊。是，一辆神车没有拿到分，一关人在那里应该是自己的一个失误，因为明明是有一定的领先距离，而子聪在那里被宁星追上来。对，除非宁星那个路线特别好，还怼了一下子聪，要不然子聪应该是自己的失误。对，不过好在说关人现在离明明不是特别远啊，应该运气好的话还能够跟一个9分10分，这样的话1分18秒08。没错，哎，运气不知道怎么样啊，就是说这个卡在这个点啊。嗯，但是子聪这边是比较难受的，就这把选到海神去神。这个官人在这张图上就喜欢用海神，其实之前他也可也驾着海神能够跑到1分35的成绩，但是跑到1分36有点小，应该是段位出来打住 CW 都飞过去。其实空港在这个时候选出来的话，我觉得他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相对来说心态上面。对，因为现在分差不大嘛，对于他所来说承担的追分压力也不很大。这里少见的四个人都没歪啊，现在四个人非常的和平。但落点的话有点不太一样，下一个弯道都采用一个弹射，这里官人稍微歪了一点，上去一个弹跳点，要不要在这里放弹器？没有放，车身过来平跑，卡了一下敏敏，敏敏应该是有点蹭墙。没错，敏敏之前有想上来查官人，但是没有卡到，这样的话没有达到一分弹射效果，这里可以采用一个暴地 CWW 过弯，撞墙点喷过来也没有任何的失误，宁静还是比较稳的，在这边一官人稍微蹭了一下。没错，这个图就是，哎呀，快速出弯没点出来，路线歪了，还好没下去，子松跟上来。没错，这边是放了宁星走远了，是星弹射又没弹出来，现在敏敏在后追 QG 这边处于一个14位，夹的 GK 这边有点难受啊。对，因为敏敏了，哎，没有，子聪失误了，子聪失误了，哦，位了，没错。对，敏敏这边驾着追光者，其实我觉得对海神还是有一定威胁的。
确实这个追上来的概率也很大，因为追光者确实是综合性能最强的了。是，哎，这又掉了。哇，这里太极限想贴得很死啊，没错，特别惊险，在宁青前面也宁青也掉了，这样的话官人拿到一个第一名的位置，而且后面的话没有什么超车点，官人只要说落地不歪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过来，那成绩应该是36，是过去37:36.81，可以，恭喜这个一关人拿下11分。对，子聪跟在后面少，是的，我觉得选这张图也是中间过渡一下，是因为我实在也想不出来能够选什么赛道。没错，分差现在也达到6分了吧。对，没错，是6分。起步，这个起步来说的话还是比你占有一定量的优势啊。对，但这里其实你要补个足的车氮气延续跟过来的话差距并不会很大。没错，但是官人这边顶到大部队了啊，所以说这个车身也会速度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即使两个氮气也没出来，而且子聪驾驶着这一辆飘，哎呀，宁青一个比较大的管道，对，还好失误很远，是这个失误仿佛看到一个端游的跑法，对，走管道的右，端游一般不走管道的，对，不走，走外面，然后一个侧身卡飘，有点意思啊，延续没延续上，又被卡了一下。感觉这个火神如果说落后的话，一直顶着别人的车身还是非常难受的。明敏这里路线非常好啊，这边后追速度很快。对，这样的话可以拉近点距离，但是手里面只有一个氮气来说的话，氮气延续可以。小伟过来 CWW， 是。宁青一个人拉的比较远啊。嗯。他刚刚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少了一个氮气过那个飞跃点的。对，所以他应该是卡了一点气过来的。这个图补气点很少，所以说要补气的话也是强行补气才能保证后边的氮气节都恢复计时正常。1:19.20，一关人拿下11分，没错，13的名次，这一局是能够让 GK 把分数往回拉一拉。面跟双生有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双生的话就小分时间长可以顶得比较远啊，但是追光它有一个自动集气，所以说第一个弯它可以采用单段进阶，比如说过弯速度比较快。哎呀，被卡到了，敏敏没有出去，是这样的话这个追光出去的概率就非常大了啊。果然官人现在处于一个稳稳的顶跑位啊，而且一个弯道就反超过了两辆精要追上来了，这边还是氮气延续点，是非常的近距离。不过如果官人要是说稳定住的话，其实双生也不是特别好追。对，来看一下，哎呀，敏敏有点歪过来呀，是刚才应该是卡气调整一下才行，氮气延续，没错，看一下这里跑法就出现了不一样，这里是 WCW 喷，前面是 CWW 喷，卡下气以后还可以连续放氮气，果然，但是一个人自己主动失误掉下去了，这个第二个氮气卡的有点晚，我当时还想怎么第二氮气还没卡出来，结果连续放氮气以后漂移已经晚了，这样的话一个跑法反倒没有落实得很好， QG 那边来到一个双顶跑来说的话，这边压力就大了，本来是能够依靠这一局拉回一个至少1分左右、啊、对，本来是一个好局，确实，哎呀，这里是葬送在自己的手中啊，没错，这样的话别歪别歪，可以，四个人出现没有任何问题，应该是一个子聪差了1分，对，跳包阿懒应该是一个9分，对，9分，这样也是一个办法，都是给到的 QG 用啊，宁敏用啊，是，但是上一场其实还记得，记得宁敏打一个强势赛车，敏敏在后边跟着，他们可能尝试啊，一方面尝试说两种打法哪个更稳定，啊，或者说再一个是两种我都要用啊，让两个选手都习惯两种打法，对，啊，敏敏又是起步没冲去，这把又是一关人先冲了，有点似曾相识啊，这个局面。不过这一把来说，官人前期应该是没有什么对抗来说的话，哎，这里 WCWW 分没有任何问题，官人这个操作可以从左下角看到啊，这个路线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对，比较稳定常规，留下来，对，直接转要侧身，没错，敏敏要想后追的话，这里还是要做细节啊，感觉距离有所拉近啊，这里一个惯性点飘，哎，怎么拉近这么多？难道前面官人是单 W 喷的一个延续吗？这个要么是延续不上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应该是氮气延续的车速不够快。是，而且现在官人手里面没有氮气啊，这样的话，而且没有延续。那这样子松跟过来又是一个失误。是，不过宁青现在比较远，所以说其实宁青这名选手啊，我觉得
领跑来说，他确实是能够对所有图的记录发起冲击的一名选手，但落后的时候确实稳定性不够。是的，所以说感觉 QG 最稳定打的一个点，我觉得还是宁青打领跑啊，敏敏在后面跟着，因为感觉敏敏的心态和状态都要比宁青更稳定一些。宁青确实这几把只要是落后了之后，他的后追上来的可能性不大了。对，他落几个失误，他落后会急，但是感觉啊，可能怪人又戳了。敏敏比较敦实，所以说坐怀不乱，这个也是可能有参加过竞赛的一个关系吧。是，哎呀，这里没上去，这个失误太大了。哦，这里没有氮气，没有衔接上，这个秒数差距太大了，四秒、三秒，啊，这一把感觉没了。我觉得主要都是 S 猎魂者、亚荣耀、是天豪。亚荣耀还是想在起步的这一小段抓地的过程当中达到一个领跑位。对，你看这把亚洲是给到了宁静用，让他起步先冲。其实看选车 GK 这边也是该拿的好车都拿出来了。对，包括也给子聪用的话也都是给子聪。是，还是有追分的机会吧。子聪被顶开了，起步就落后，开 CW 单喷去，有这个卡机。哎呀，这个失误就感觉调整的有些懵啊！我觉得这个调整就是感觉处于一种不太理智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心态根本没有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的调整。对，顶了一下零星。哎呀，这里，哇，这个这一顶，我觉得他完全有时间去调整过来的。没错。这个确实啊，觉得不只是子聪，关于这里也有点懵了。哎，宁青这里我以为他要顺势挡一下啊，结果可能看后面还是比较远，没有发生阻挡，接着跟着敏敏跑，多点了一下。没错，还调整一下啊，今天双方都有点魔性啊。是，这里撞墙点喷没有叠上 CW 单喷空爆氮气，但延续没有延续上，敏敏不走近道。今天整个两个俱乐部的四名选手状态最好的就敏敏一个人。也不稳吧，刚才第二个进道都没有进去，子聪这边还反超到了第一名。宁青又是蹭了一下，平跑过来，一万人过来卡位，是这样的话，宁青还掉到了第四名，车速跟不上，有点歪了，小喷没了，是。那最后出现的是 QG 明明1分20秒，二三名是 GK， 第四名是宁青，也都不过应该都是十分，11、10、10啊。我觉得尤其打季后赛不稳的。对啊，季后赛只有一次机会啊，你想。哎，这里敏敏这个空喷落地喷没卡出来，这样的话直接平放氮气，下去卡气的话车速降低太多了。没错，而且子聪这边跑法比较凌乱，这样的话又落到一个第四名，中间又夹着 QG 的两名选手，还要再卡一下气。突然这里被宁青反超，是被怼开了一点，哎，是这里甩尾，但延续用到最佳，甩尾以后一个侧身点飘，李导单喷过来，侧身延续，路线非常好，反超过宁青。对，感觉现在分成了两个非常明显梯队，宁青这里歪了，进去了，但是这个进去的路线不是特别完美，还是蹭了几下。这里也采用一个比较保守的跑法呀，但延续，还说，哇，刚才怪人是没弹出来啊。对，没弹出来的话，这里单气延续就有问题了。宁青这里可以拉近距离，迅速拉近很多，直接在直线上反超，是不是又没甩出双喷呢？这个又卡一点气，对，那个技能发动了，但是反应慢了，结果还是卡了一下气，卡气还没卡出来，卡成点飘了，路线偏了，连续的失误，节奏已经是混乱掉，敏敏已经跟上来，包括子聪，是啊。延续，对，敏敏蹭墙了，卡一下子聪的第二个小喷，撞墙过来，甩尾，是甩尾没喷，三连进道，三连甩尾，特别稳。这我觉得今天的四名选手好像已经协商好了，今天谁有手感谁不合群啊。但这个名字上疑似包括这个距离应该还是 QG 占优的，对。我就看一下这把一关人能不能够冲出去。是，这个双生的话，其实第一个弯资质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能出去。
果然，因为没有火神嘛，对，没有火神的话，就可以说没有人能够对双人造成干扰。这里应该是怪人采用一个细节的 WCWW 速度更快，紧接着是带鲜血是四人一个强势点，宁青卡满一罐单气紧随其后，明明这带鲜血没有问题，是这里也是采用一个留一个落地喷啊，过弯以后利用落地喷和快速过弯行进一个 CWW， 这个过弯但是怪人这边的延续路线好像不是特别的好啊，嗯，对，哎呀，这里太往右拐了，上栏杆了，对，开始走秀了，没错。这样的话，其实怪人我没看第一圈多少啊，但感觉这个距离上并没有拉太远啊。这个其实跟赛车还是有一定关系，这不会拉太远，但是因为天蓬的小喷动力也强嘛，它是加小喷动力的嘛。他们这个又是一个单喷啊，后面氮气延续就没延上了。虽然说天蓬小喷动力强，但是它小喷时长是处于正常车的一个范畴之内。这里只能 WCW 过来了，是。就看一下怪人队这张记录，应该也是破不了了。对，没了，应该是有失误的，1分25秒。对，因为感觉其实后面对方很强的情况下，还没有拉开比较大的距离。这样的话，2v2这边可以恭喜 QG 先拿一大分。是的，我觉得在图上面嘛，初见端倪是吧？啊，北海的话是 JK 这边出问题，从美洲上面是双方四个选手都出问题。对。